这个炸猪排，还有这个假蜥蜴的呀，这个假蜥蜴。好，现在要把饼干拿去烤。好，小迪，小迪，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吗？做饼干，切饼干。那为什么要做饼干，小迪？因为现在吃饼干啦。就要吃饼干哦，是因为姐姐生日要带去学校请同学吃。不是要吃生日，今天我要来做饼干，因为我的生日快到了。这次特别，因为本来我的生日是在放暑假或放寒假的时候，可能因为这次有新冠肺炎，然后两个礼拜，所以我就可以过生日。所以我决定要做什么？饼干。对，我们要自己做饼干。然后呢，它的材料有四样，有无盐奶油、蛋、糖粉和低筋面粉。对，只要四样东西就可以做了。还有这个小配件，它是饼干的压模型。哇，这是什么模型呢？这是角落生物，然后这是花花的，这是爱心。你还要准备小袋子。对，这个袋子是可以包饼干给同学的。好，来，我现在要来搅拌咯。所以大概搅拌到这样子，有一点点的粘度，但是粘住了它不会掉下来了，这样就可以准备来做我们的饼干了，耶！所以这边我们做完角落生物，总共有几个？31个。31个，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做特别漂亮的。这个炸猪排，还有这个假蜥蜴的呀，这个假蜥蜴。对，好。先要把饼干拿去烤，拿去厨房烤了。这就是厨房。哦，你怎么很烫哦？好，下一盘，还有一盘，第二盘。OK， 好，关起来。对，我们大概要等30分钟。小迪睡午觉起床了。他睡午觉起床不好啊。好，先不要碰，先不要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饼干啊！等一下，要不要吃饼干？我们已经烤好两盘了，对吧？对，我们正在烤那角落生物的两盘。耶，60个了，完成了，饼干烤好了。这两个是角落生物的，各15个，所以有30个。然后这里也有30个，我们选出了最漂亮的5个，是假蜥蜴、白熊，还有花朵。姜饼人跟爱心，这5个是最漂亮的。耶、yeah, ！恭喜收了，我们做完了，总共31包。31包，明天可以送给同学，生日快乐！